每天做题，英语没问题。Number one, are you reading a story book? 你正在读故事书吗？那上面怎么问，下面一定是怎么答的。那问句里面有 be 动词 are 与 you 你搭配，那么答语也要用 be 动词回答，所以我们排除 AC 选项。你正在读书吗？回答是不，我没有。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B 选项。No, I'm not. Number two.Favorite color is red. 我喜欢的颜色是红色。Color, 颜色显然是一个名词。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后面加上名词，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B 选项 my。I 是我，做主语，谓语动词前，而 me 是一个人称代词的宾格形式，谓语动词之后。Number three, English is as complex as Chinese.英语和中文一样简单。那此题考察的是 as 加上形容词的原级，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B 选项 easy。 那 A 是比较级，而 C 选项是副词的形式。 Number 4 It takes me only a few. 它只花费了我几分钟。 A few 后面加上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，分钟 minute 的复数形式是直接加上 s，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minutes。 Number 5 Look at， 看它。那 at 是介词，介词后要加上宾格形式。 A 选项 her 是它的宾格形式， B 选项 hers 是名词性物主代词，而 C 选项 she 是一个人称代词的主格。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学到的给老师一颗小心心吧。